报一下，我是彭四，是来投奔你们赵他们家的。方天桥，大哥，洪德威的女儿洪天娇，这小妞应该怎么处置她？先在地牢里关她几天再说，慢慢再消遣她。这小妞就是脾气坏，人长得倒是挺不错的。报告当家的，什么事？有一个自称是冯四的来投奔你，还送了份礼。哦，什么礼物？拿来看看。人在哪儿？传他进来。是。在冯四。见过当家的。你就是冯四，是，我还有个外号叫独眼龙。独眼龙，不错。你把眼罩拿下来看看。啊，这个怎么，当家的叫你拿下来，你敢不听？我小时候偷鸡，让人给打坏了，实在难看。原来你从小就是偷鸡摸狗的，哼，拿下来。好，带上，带上。我早就怕当家的不要看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咱们干的是刀尖上流血的买卖，可不比偷鸡摸狗的。你来投奔，可有什么本事拿出来看看？啊，是，小的自眼瞎后苦练功夫，现在可以掌断木柱啊。哦，有那么大的本事？拿木柱来。是。这么粗啊！你还是赶快回去干你那偷鸡摸狗的老本行吧。两位当家的，献丑了。来呀，你们上去试试。我怎么敢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
人家的，好厉害。你手底下的功夫也不错嘛，不过跟我比还差得远呢。来，赏你五个大洋。啊，谢二当家的，谢二当家的。手底下还不错，先做一个小头目吧，以后只要好好的干，再升你。小头目，谢当家的。黑狗，在，带他去安置个地方。是。寨子里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吧？没出事。昨天晚上啊，就让一个小妞闹得天翻地覆啊！啊，让个小妞闹得天翻地覆，可不是嘛？听说就是那个德威镖局主人的女儿来报仇的。啊，结果怎么样？那还跑得了？结果让当家的给抓住了，现在啊还关在地牢里呢。哦。哎，又赢了，早知道啊！哎，对了，怎么搞的？邪门啊！老子输光不来了，再来吧！哎，我再来两把吧！来吧，输钱怕什么？我借给你。哎，不行啊，时间到了，我得该到地牢换班去了。哎，来，快点，来，土哥啊，我来换班来了。哦，这就来了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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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
你他妈的才是独眼龙。这五块大洋还给你买棺材去。快走。站住。好小子，装得真像，看你往哪儿跑。小心，我昨天就是让他们伤的。你紧靠着我。嗯。王五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师父。怎么样？阁下，上号下行，号白行四。号白行四，你就是铁掌钢刀白四风？不敢当，正是。姓白的，咱们黑道上跟你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何苦要来趟这一趟浑水？趟浑水？赵义父，你这个黑心贼，连江浙二省救济难民的钱都要抢，世上还有天理吗？姓白的，咱们是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你一定要管这件闲事，把命留下吧。赵义夫，你这阴险毒辣的王八蛋，专门暗算人，俗语说黑白二道不共存，今天我要为民除害。好一个黑白二道不共存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